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外面下雨了，我们吃火锅，看看这小锅适合1到2个人的量，小两口、老两口，开火特别的快。它这锅2个颜色啊，一个蓝色的，还有一这种，打开，打开。哇，关小火吧，呵呵，看金属锅盖，防烫的手柄，3档调温，高，刚才我们高档了，高中低档，点小火了。它这是800瓦的火力，秒速就开锅，快。这个锅是珐琅锅的质感啊，它可以炒菜。比如说你出去旅行啊、出差呀、啊，带这么一小锅，熬粥啊、炒菜呀、啊、煮个面条啊、涮个锅啊，哈，你要到了当地吃不惯那儿的饭，还可以做水啊，很快就开了，然后它自动就恒温。一会儿它一开锅，自动就灭，它灯就灭了。以前我们那个一开锅哇哇的，还得用手去调。你看它灯灭了吧？瞧他俩吃这么多，给我生这么多，换一锅水接茬涮。你俩咋还不吃完呀？大晚上你们吃多少啊？他俩都吃完走了。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我就不小心照上他们俩了一点儿，就不干了，谁都不出镜。你看人家拍视频，一家子出镜，他们俩不出镜。我一生气，我就上我那屋待着去了。他俩吃完了，我这不出来了吗？哎，吃点菜吧，不降血糖吗？减肥，吃点菜，肉也不吃了，光吃菜。哎呦，就我拿那个研磨机做的芝麻酱，嘿，真好吃。像呷哺的那个味道，自己磨的芝麻酱特别好吃，香着呢。回头中午我自己一个人用这小锅吃，煮点荞麦面，跟人家正常人吃不到一块儿了。关小火，好了，开锅真快。这血糖一升高，什么也不敢吃了。以后我就是我们家那干活最多、吃东西最少。还有呢，没没地见儿着说吧？理去。粉丝价199，你要不说粉丝，兰兰的粉丝就是249，贵50块钱。哎呦，你就养成习惯，加一个关注，成为粉丝，你就买东西都便宜。脚步声敲打，灯一亮，如果您买贵了哈，回头我跟他们客服说一声，给您把钱要回来，争取。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，泪之中还不错吧，这小锅，哈，金属的锅盖，多好看呀，复古是吧？好了，这期就主要介绍这小锅。小海锅，嗨锅，我挂在视频下方链接，还有我的橱窗里都有啊，有需要的您就去。这期就分享到这儿，我吃饭了，拜拜，请点赞关注哦。